好啦，整几个钟之后啊，唉，攞命，又落啊！我咪翻屋企，本来谂住陪四个仔嘅，啊，点知啊发现新问题啊！点解冇咩咧？原来系依度咧，呢度漏啊，嗰、那个冷却水咧漏啊，所以啊，啲 heat 都唔掂，先加咗先啦。哇！呢啲雪靓啊，啲粉雪嚟噶，你啊松松泡泡，哦，翻屋企先啦，要去买个 engine coolant 嗰个冷却水啊！唉，真系攞命啊！哇，唔怪之啦，我部车冇一开就冇暖气，应该系嗰个问题吧。人指點，唉，好在好在打開個車頭蓋睇一睇啫，即係無事開開蓋啊，實有著數。我都唔知道原來嗰個流曬冷卻水。為嘅係安穩嘅未來，精英理財承諾我會迅速把關，運籌帷幄。精英理財係你嘅財富指南針。亦是你的最强后盾，今日就致电604-278-8087参加讲座及预约查询，你的未来你掌握。啊，冇办法，开一开过原来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呢，这个呢是空了。原来就是那里的水没了，那些冷却，那些叫什么水箱没有水，哇，水箱没有水，我几时没有水我都不知道。哇，对车真的完全没有感觉的，哇，足之又回了温暖出来，前两天冻到我。唉，好在高人指点啫，开一开车头盖。如果唔系，仲要等多个零两个星期先去整车咧 ，engine 都烧埋。